今天是2014年最后一天，准备迎接2015年。希望明年2015年一切国泰民安，每个人都身体健康，这世界不要再有任何的灾难。我们大家一起保持这样的心，然后再带着一看烟火的释放。天籁来喽！天籁来喽！来了。小提升的声音，伴随着一的这烟火发射，进入我们烟火。